说过卷力吗？你直接讲，我有。啊，哎、欸，这个就是可以用那个我们自己在家里做网板出来，嗯，从画图案啊，然后到晒板，就可以用这台机器来制作。它、啊、做出来的网板就会长类似这样子，是吧 ？OK， 可以拿来做印刷。好。